I'll 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 in old New York. Let's go eat it! 一早就在抢 Supreme。 好，这边顺便介绍一下今天的行程。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要吃24小时。它主题，它随时可能会绕跑。它刚来的观光客。 吃牛肉的哈，超好吃，大家都不管，想它那个香菜超香，这个是 chicken， 这个鸡肉超好吃的，非常好吃，感觉超好吃啊。 整起来，折一半，有点水。我觉得在美式的披萨店，只要吃起司的。你要便宜了吗？好吃啊！哎，后面有啊，带起司的。下面味道。 这个挺好吃，这个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来，下面一位，我不想去。没有，好扯哦，好扯哦。我真的没话说，这真的太好吃了。我有一个战力军了，这你应该吃的很腻了吧？我前天才吃。好。 Say something, please. 有点咸，又有点咸。德国食物是不是有点很咸？加了一大堆甜酱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下 Barbie 这个肠子挺好的。有病啊！我觉得六分。 满分100分，我觉得很好吃啊！我超喜欢肠粉，10分里面8分。对，我给4分。这不是要Q？它就很面。他不懂吃啊，懂吃的问我好不好？懂吃好不好？做个 ending 吧。 味道不会太重，它这个回甘跟那个鳟鱼回油一样，就是一个逆流向上的感觉。我刚刚现在过了1分钟，我感觉我那个味道就是这个。
太润了。好的啊。它那超香的。怎么样？我超爱吃韭菜。那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便宜？要不超好吃的。就是正经的4块钱的威力。你要瞧不起 Chinese food is the best。比较很脆，对啊，它超脆的。然后它皮肤那个皮儿，很香，挺好的，挺好。这太有质感，这个面太有质感。哦，什么？我听到没这个？哇哦，辩解的脸，辩解，不想听话的脸。有点木瓜，怎么感觉有点？可是我吃到木瓜的感觉，这间就是这么奇妙的。是木瓜吧？可是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一定要来。这完全大补，直接现在已经很饱了，可是这间整个又开胃。是牛肉。对，它是牛肉，这是牛肉，肉卤的蛮入味，口味有点重，口味有点重，不会很辣，小辣，对，林心怡比较辣，对，我也觉得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吃了两杯，这个很棒，这种就很适合，这个就是我要的 style。 那我们有把其他楼配出的状况，好，到吵架当中。那我问你，喵爸跟包二姐是不是差不多一个类型？跟 Chick-fil-A 比，真的很好吃。它炸的很 creepy， 那个酱超好，很 creepy。好加，请这单删掉。红红皮吧，好美啊！辣才爽，这不比哦，好爽啊！
我觉得 $0.98 一片披萨30块。小气了一下，他这个早上超早的醒来，等着吃早餐。早上脑袋。你再说一次，你不要想靠近我，再远一点。哦，太近了吗？信号很大，期待吗？走远一点。Oh my god！ 这有人推荐这什么？这样子，假肢机。他那一带真的是混凝土啊，干真的。他刚质疑我，他刚质疑我，可不可以撕掉一个？我忘记你的新的身体，因为我是没办法，我是没办法。我这个用了，然后他就一个蛋奶奶吐一块。他拍了手机，先吃了第一口。哦，真的是。猴夹，猴夹。没有，没有。你拿到这里的椅子的时候，你会闻到一个狗没洗澡的味道。可是好吃，觉得这是好吃的。我有时候有的味道。好吃。你看你饿，他很饿，你不要抢他食物。最后一间，那我们再来，您就多了一个热狗。太饱了，累死，还好，太饱了，太饱了，这太饱了，我就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有点感动。他除了人太，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。就是做这种事感觉很强啊，就是有没有人看没差，点阅率100左右，也没关系，就是爽。